Benny。Hello， 我系金城武。好虚啲讲完之后，见到我哋呢一个组合咧，就知道又有啲新搞作啦。今日系一个特别企划 ，Heidi 理发间。咁由于而家冇得出去剪头发啦，对我嘅影响咧就净系布癫头同埋个头咧冇得 keep 住短啦，被迫留长紧。但系对呢位先生嚟讲，个影响应该大啲啲嘅。冇错，我上次剪已经系农历新年前啦。佢真系可以变金城武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谂住做个24孝女朋友啦，献出我嘅第一次为人类剪毛。我都系第一次，比唔埋发型师剪。嗱，讲下我嘅经验先，我有5年帮 Chopper 剪脚底毛嘅经验。我都有30几年俾人剪头发嘅经验。但系咧。哇，今日真系好专业，噔噔噔噔，我真系喺屋企揾到一个头发铲啊，系我细佬喺佢小学嘅时候咧，屋企同佢剪头发用嘅，咁佢今年就30岁啦，大家去估下究竟用咗几多年啦？但系呢一个牌子真系犀利，佢系咪叫80？系啊，80中文。系啊，佢咧依然系用到噶。咁 anyway 啦，喺金山后配之前咧，我哋不如就正式开始啦。1至10有几紧张？都十到啦。第一步咧，我就要帮佢围咗个胶彩布先。你会唔会问我要咩发型？喂，等先，应该由边度开始嘅？我唔知喎。等先，呢边定呢边？等先，呢边嘅系呢边。咁样嘅，咁样。呢、这个位咁样顺住 ，OK， 冇问题。呢度最紧要，你咁样嚟，你试下先得唔得？我要铲到边度噶？我唔知哦。有冇铲到啊？有人点会冇铲到？我人生铲嘅第一撮头发啊！记录一下先。我嘅烦恼丝啊！够电噶嘛呢个？佢是很好的，不像现在那些要插电，佢有不心电的。咁我哋屋企有不心电的。有啊。痛不痛的？不痛，好像有些会棘实啲头发咁样，是因为我啲头发太长了，你个铲唔够力。我想buff咯。如果铲到一忽忽咁点算啊？铲到一忽忽嘅话，你咁咪唔会已经系一忽忽啦？唔会，而家仲有好多头发好长。唔系喎，等下唔系好适用喎。你唔好落咗铲先同我讲话唔适用啊！喺我睇唔到嘅后面，点解先咁讲？系平均嘅啦，而家我尽量 balance。咦，我是有铲到的，大家看这边和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有铲啊，看到的。哇，好大水短了很多了，已经出动师傅，我拿我的碎粉扫。因为呢他太多头发碎，看不到哪些是我剪的，哪些是鼻子，还有我怀疑自己今天铺完这张胶彩布好像没什么用。我都说了。面向我，我都冇想面对你，唔使咁紧张，我都未紧张。喂，个铲系咪咁样攞噶？好似调转咗攞咁样。系喎，得噶啦。有个问题喎，头先系另外一面嗰时都唔系呢个。冇问题啦，一样啊。好似个花蛇咁啊。点啊点啊，我 OK 啊。呢一个系平时我哋帮 Chopper 修佢个造型嘅一个铰剪，然后呢一把系 Chopper 嘅梳，因为我哋冇人类嗰啲类似嘅梳，我平时用开嗰啲好似唔啱。使唔使饮啖酒先啊？大家对啊，点算啊？人生都系铲晒佢啦，有咩事啊？铲咗佢，系啊。我啲怀疑唔会够力咯，你个铲。但系佢有好多头发喺度跌。你会铲一下个心都跳一下。我唔铲咧，个心都会跳噶啦，唔好扮嘢啦。唔系，我个口有痰啦。唔好，佢坐直啲。
你知唔知落差都好緊張噶？你要相信我嘅美感。嗰個係男朋友咁靚仔。靚靚仔呢個就差。接住有咩唔好扭咗啲耳仔？嗰個預咗嚟緊過幾日都唔出街。真係包唔包洗頭嘅？你想怎樣？即是拿你的頭這樣搓我。我覺得是有漸塵的。死了，我怕這條片剪出來很荒謬。我真的覺得有漸塵的感覺。我覺得那些漸塵是真的一層層肉眼見到那些梯田那些。不是啊，我覺得是 OK 的。我可以一陣間用最小的鏟子鏟這裡可以，你不要鏟傷我咁就得嘅。你中意啊，你髮型師，佢攞個磨甲器出嚟，我都要俾你用嘅。有冇手震啊？黐線啦，幫 Chopper 都係咁樣鏟噶啦。我終於知道點解 Chopper 成日都反抗，真係好緊張喎。你斜咗嘅话，你啲变咗巴林巴嚟黐啊！你唔好两边斜唔一样咯。好粗鲁嘅发型师，咁样啱唔啱啊 ？OK 啦，咁样捉住我，以为想坠落嚟。呢个发型师我跳脱啦，得人剪啦前边啦，得人剪啦后边啦。咁样，啊！我成身出晒汗啦。你得嘅，你谂下，你剪片剪咁多年。剪個頭髮點會唔得啊？多謝你咁樣去安慰我。我唔使加耳塞住啊，我覺得。其實好似精神咗咯，已經。係咪？其實我覺得都唔錯啊。OK 啊，你咁樣嚇一嚇我，好難精神。不如我影張相俾你。我點解好似？是男咯，佢髮型師呢個行業係值得大家尊重。我都覺得呢度應該係點？應該係剪啦，係咪啊？剪咗先啦。剪咯，你唔好剪親手啊！我啲覺得感動，呢個頭俾我咁樣剪嘅時候，一種關心緊我隻手。實不相瞞，冇乜人見過髮型師係單手剪嘅。嚇？即係點啊？即係你頭先。连执头发都唔攞住，你直接咩啊？光速头都系咁剪噶，平时死啦！我平时剪头发咧，系挂住玩电话同埋剪片咧，我冇留意个发型师系点样剪。系当我啲头发系啲片咁剪。咁我就大刀大刀啦。即系 feel 唔 feel 到额头啲汗？你 feel 唔 feel 我手出嘅汗啊？我离远啦，你明唔明？哦、如果剛才是這樣一路剪齊呢，它就會這裡一行一行一行嘛，跟住之後我沒有任何的工具的情況底下，我就唯有將它這樣打洞，它將它所有東西打碎，它沒有任何，你可以叫很多 layer 或者是沒有 layer 可言的話呢，它是可以短得來看下去是沒有任何界線感的，這個是我想做到的事。如果這個頭可以捱到去四月尾，那你髮型師可以幫你救回它的嘛，這個我想著是我來現在頂住先的。我想他估都估不到剪完之後隔了兩天髮型屋就說可以開回了，不知道他有多後悔呢。然後呢就是個案發現場了，其實真的剪了很多頭髮喎。係啊，我啲頭髮超多㗎，頭先。而家你摸個口都有好多。點啊？你覺得 ？OK 啦，同我想象中差不多㗎。好啦，大家覺得呢個一日限定的 Hardy 理髮家，我覺得好心虛。好彩呢段時間咧，佢都唔係好使出門啦。咁下次。找髮型師的時候應該頭髮會長返曬，其實不是長了的時候就會跟剛才沒什麼分別的了，都是的。 OK， 那今天這個幫男朋友剪頭髮的 Vlog 應該是唯一一次的，沒有第二次了，就來到這裡。
我唔知道啊，呢、這個時間大家如果都有幫另一半剪頭髮嘅經驗咧，不如話俾我知道，我呢個係一個悲劇嚟。可能其他每個人都係得心應手，跟住得我一個者手者腳。可能佢哋會喺個 comment 度打你做錯咗幾多樣嘢，百幾樣咁。冇一樣嘢啱。咁啊，不在乎過程啦，我哋只在乎結果。剪到就得噶啦，最紧要系佢冇咁嬲忧啦，跟住个人精神啲轻啲都 OK 噶啦。好啦，你去冲凉洗头啦。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如果大家见条片嘅话，唔知不如中意啦，俾个 like 同 subscribe 出嚟，每个礼拜都啱啱两条新片，逢星期六嘅早三点，同星期日嘅下昼十二点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好啦，我而家要清理现场。你有冇见过发型师系要做埋吸地呢一个动作嘅咧？出发，爹哋咪好惨啊！要唔要安慰佢啊？爹哋咧？